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所有的债权人排一个先后顺序。胖子，徐总，胖子，徐总，胖子，胖子，怎么了，徐总，徐总，胖子，徐总。能看清楚我吗？看得清。我怎么了？低血糖，你肯定又不好好吃饭，还心悸，是不是非得把自己饿到晕倒才行啊？哎，躺下，你躺着。小陈，别拦着，你看他自己起不起来？睡眠严重不足，还不吃饭，精神压力太大。按照你爸中医那套说法，你现在是元气大伤，血气双亏。我跟老邹商量好了，给你弄个病床，休息两天。给他办个临床观察，我已经写好了。好好躺着啊。住一周。我不住医院，我得回家。为什么呀？公司好多事儿呢。我这住医院了，人家会都以为我躲了。你不躲就能想到解决办法吗？办法都想出来了。款儿姐，你学小板都跌成什么样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化着妆的，你回家自己把脸洗了，你自己看看。你就在医院待几天，怎么了？你听我的。罢了。好吧，你以为医院是我家开的呀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你不要命了是不是？你这条命是不是你自己的？你说。徐半夏，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，死要面子。你现在回家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死撑着呢？苏大夫，走不动了吧？歇一会儿吧。别陪着我了，上班去吧。我今天夜班。